准备做啥？粘米饭。奶是不是喜欢吃这个？还行。还行啊。嗯。吃这个吃多了是不是烧心？嗯，要是吃不好就烧心。嗯，我妈愿意做这个搁糖口，就甜口。我吃这个搁点那个什么豆油里吧。香，直接就这么倒啊？煮一煮。这切胡萝卜准备做啥呀？搁苞米豆里。这道菜就叫苞米豆啊，炒苞米豆。你可以随意起。没有名字。金玉满堂。啊。挺快呀。这才能有十多分钟啊。对，它这个水吸干了就差不多，就得来回老翻了。嗯。这个之前泡了多久啊？泡了得有两三个小时吧。两三个小时。嗯。这个火太多了，得扒出来点了。嗯。这样控制火候呗。对，要不火急了不行。放一点荤油，你准备炒那个苞米豆呗。就喜欢看着油在这里，像冰淇淋似的，一会儿就化了。再倒一点蚝油，我搁点土豆，真好吃啊。颜色倒是挺好看的。我给你说你尝尝。这是苞米豆。别抢那边儿呢，光抢底下就行。抢底下。对。那尝尝说也能再过一会儿，它就软了。是吗？嗯。你们翻个个。翻个个。嗯。对。出锅，这我妈做的金玉满堂，苞米豆、肉，还有胡萝卜丁。这要整个球，嗯。下来。嘿嘿，挺好。嗯，这什么馒头呀？就是咱们剩点那个肉馅儿，啊，然后我去撒点完了。你都挑完口了？啊，挑完了。咸蛋。嗯。哎，你尝尝大嘎巴。这顶上这个都是嘎巴。多厉害哈！这抖了不掉。这个抢的也不是这种抢，这抢了感觉一使劲就容易废了。发颤。以前是咱那种铁的，像大肠抢的。张雷，给你来点荤油，和点白糖，你尝尝。我不少来点行，我不吃这个，之前吃过，胃就胃不得劲儿。对，给你这个，行，少点行。我老叔去王家家吃了，这荤油啊，啊，整不了，你能整啊？好吃，我吃过。那你来点。你看搁这里头，然后它一化了，你看油汪汪的，你看。哎，你会吃？再少不都这么吃吗？一想吃的玩意儿，感觉就烧心，就胃就不舒服。那你这胃不得劲儿，你那是胃不好。说吧，吃我有那胃药。啊？胃药，管事儿的。哦。嗯。行。你尝尝。嗯，不吃。
买一点儿。不吃不吃。你尝尝。不吃。我也不是啥都吃。这个普通的咸菜。看这啥、啊、拿勺一沾。老黏了。给你尝尝，吃完了总是帮我们拿两个，我也没要。我吃这个行。你尝尝这个。嗯。嗯。普通的行。不酸水了。再来我妈做这个金玉满堂哈，是吧？好。不好吃。嗯，挺好。这脸这个地方。要是有细心的朋友应该发现了，就是昨天还前天还玩那个滑雪的时候给撞了一下子，现在有点红，但是没啥事儿。这回也遇到了我不爱吃的东西了吧。好，我是大雷，今天视频就到这里，如果喜欢我的视频呢记得点下关注，谢谢。